就和刘耀文就慢慢熟悉了起来，就一开始睡觉练习午休，对，就开始一些玩耍玩耍，一些回宿舍玩，对，就蛮有意思的吧，但是还是想着你当我女朋友的事。但是拍那个剧啊，你不是我女朋友吗？你看他的表情，你真的是，你忘了吗？我没有吧，是那个第二人生。对，你是我女朋友啊。不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现在就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Hey boy， 好不错呀。那个。